因为太热了。谢谢北原神开的新之冠，谢谢，谢谢。阿雪一个探头，对啊，阿雪很可爱，好久不见，对啊。天哪，谢谢您的 love， 谢谢给我的。的告白气球是吗？跟你们说，你们今天是最后一天看到 JK Lee 了，对，最后一天 JK Lee， 真的吗？今天还是吧 ？OK OK， 谢谢雪落库玛的告白气球，谢谢，今天是最后一天 JK Lee。谢谢大卡的新之冠，最后一天，办公室等一下。谢谢大卡的打 call， 可是我不想脱离 JK。那就老了，那就老了，大家就不喜欢了。今天是最后一天 JK 里，下次看到莉莉就不是 JK 了，就毕业了。谢谢亮客的新之冠，谢谢。谢谢。弟弟毕业典礼会哭吗？不会，应该不会吧。应该不会。可是这三年真的就是经历了好多东西。哇，手机掉下去，赶紧摔习惯，吓死我了，我不能充电。谢谢亮客的新之冠，谢谢。弟弟毕业有哭过吗？有啊，最近没事。不想脱离，不想脱离。你们还记得我之前跟你们说，之前跟你们说那个就是。我的美术老师知道我很喜欢那个伯母，那个伯母的继承碑嘛，然后我就给他写，然后他就这样，他画了一个我，超像，你们不觉得超像吗？你们不觉得很像吗？超厉害，美术老师。而且你看，他还记得我喜欢犬队，超厉害耶，超厉害。对啊，很 Q。对啊，对，不要做过纸胶带女王，因为我之前很喜欢收集纸胶带。然后我的教官，我们教官是我们就是带刚好带到我的教官是女生，
对，然后我非常非常非常喜欢他。对啊，今天是狸猫狸子，哈哈哈哈。对啊，纸胶带女王，因为我以前喜欢收集纸胶带，然后有一次的作业是那个要用纸胶带做 一幅画，然后我就带了我纸胶带去。女教官，对啊，而且我觉得那个教官就是长得还蛮漂亮的。教官没有画，可是教官写了很多，他写了一整页。然后因为之前就是因为我们有就是不都有军歌比赛嘛，然后那一年的军歌比赛是我编的，就是舞是我编的，位置也是我拍的，然后他就说对我的印象就是漂亮有礼的好学生。然后因为我其实在学校很低调，很多人都不知道我是那个 AKB48 成员，然后就是有些老师有写到，然后教官就说就是他很讶异，就是我已经是就是艺人，对，然后他说身为教官的我也为你感到开心及骄傲，就很开心。我教官就会抓我，简单的舞啦，简单的舞。然后我的数学老师也写了一整页，看到你选择了一条辛苦的未知的道路，但你的努力维持着两种生活的平衡，这种态度就是你可贵及可爱的地方，希望未来的你更加发光发热。超爱老师的。还有说想听要不要念片，不是啦。对啊，教官很暖。然后我们的地理老师超强，就是他很会画地图，然后他就画了一个地图给我。超狂的地图，他每个学生都画了地图，就是如果有给他签名的话，他都画一个地图。对，世界地图，他超厉害的。他在黑板上画那个世界地图，就是他能把地图画得非常精确，而且精细，超强。那个超好的数学老师，对呀、啊。我是纸笔啊，对啊，超强的。然后我也给很多同学写。然后这个是我同学画的，超强。就很开心。你就是你同学？没有，不是。很快耶，这样就过了三年。没有，我不会画画。是扭动，然后我同学就说，那他们写歌就说，就是能跟偶像同班，就是这件事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然后就是跟我说要加油。真的是很与众不同的三年。
就是一般人不会经历到的三年。儿童就是偶像，谢谢 Daniel 的巨蟹宝宝。牛洞陪伴就很快，很不知不觉。我没有很凶好不好，很快三年就这样过了，老了，再也不能说我是青春少年。没有啊，可是就是已经脱离大家觉得可爱的年纪了。18岁都可以可爱。不是可爱，好快，三年了。3年前，我还在请我们班的同学帮我投票。没有，也没有3年前，大概2年多前刚开学的时候，还在请，就是刚认识没多久的同学帮我投票。然后就是，踏进这间学校跟 PP 的开始是一起的。知道我是偶像，那时候还不是啊，那时候只是甄选生的，然后就每天请大家帮我投票，可以帮我投票吗？然后每天早上都说，哎，你们投票了没？手机拿出来我检查，然后投票了，好，帮我宣传哦。然后我们都在
自己的 IG 帮我宣传，然后还要跟自己的好朋友拉票，然后还拉到，哎，你投票了吗？哦，有啊，那个谁已经告诉我叫我投过了。谢谢哦，杨雄，谢谢杨雄加入我的粉丝团。同学让自己同学推上偶像之路，对啊，很谢谢他们，同样学习啊。杨俊也说过。手机很拽，就算电风扇最好了，还是要投票。然后说：“你们要去投票哦，手机要拿出来我检查。”没有啦，而且我另外一个就是另外一个朋友，就是我同学，我的好朋友。然后谢谢杨雄的心之冠，然后他很帮我就是分享，然后他跟班上的就是。跟班上还有很多，他就算是很多人的那种，然后他都会到处帮我说，哎，记得要投票，哎，你今天帮佳丽投票了没？就是我的好闺蜜，然后就是她也很帮我。同学没有买专辑啊，可是他们都有默默的关注。我有送数学老师那个看见夕阳了吗的那个的 CD。那张单曲，那个同学就是我之前跟你们说，就是那个就是一直听看见夕阳了吗的那个同学。对啊，一点一滴的回忆，好快哦，真的好快，三年过去了。快哦，一直觉得好快，想着当初还是小高一而已，明年就要毕业了。不知道，我觉得太快了，就是。都还没有心，就是我大概觉得啊，我才是刚小高一而已，然后不知不觉高二了，不知不觉高三了，不知不觉我要毕业了，就变小大一。对啊，小大一。可是大学就是跟国小、国中、高中一个很不一样的阶段。要更新，对啊，很快的，忙起来真的忙起来，时间过得很快。每次都觉得就是。
上学很辛苦，然后就是时间都还就是时间都很紧凑，可是当真的要毕业的时候就会想说，就是可以再多待久一点嘛。谢谢谢谢，变成谢谢你们的巨蟹宝宝哦。反正就是，但是对不对不起，对。撒娇。大学很有趣，没有？可是，就是明天就是穿制服的最后一天了。就是大学也不会有制服这种东西，然后就是。也不会每天就是规定你就是哦几点要到学校，然后就是更自由了吧，可是就好像少了点什么。大学会有制服，可是就不一样啊，就跟你每天去其实每次不一样，就是，不太好吧？哈哈，一身土。不想毕业。之前都说好想赶快毕业，现在不想毕业，人就是如此的矛盾。觉得就是大学的时候就开始，我今天要穿什么？再聊毕业，然后很对啊。原本想说赶快大学就可以解脱这种就是早上很早起来的生活，可是就还是有点不舍。上课就不能睡。早起对我来说倒还好，而且我觉得就是早起有更多时间可以利用，所以我不排斥早起。谢谢 Eddy 的星之冠。我昨天就睡，我今天九点多一点点就睡觉了。
可爱。顺便晒一下，耶！生活就是对啊，超健康。习惯熬夜，熬夜熬夜跟伯乐聊天呢、啊。谢谢阿 Kira 的香槟不要这样说，你知道之前我好像比较晚，就是比较晚才要练习还是怎样吧，然后伯乐是比较早的，我还是设了闹钟起来叫他我再睡回去。对对，所以他如果需要我叫他，我还是会设闹钟然后起来叫他再睡回去，放心好了。谢谢草莓酱的星之冠，谢谢谢谢。对，可是伯乐救我，来请救我，来阿嘉丽也救我。算了，我不要再讲这个。然后伯乐说一句：“不行不行。”对，好久没看到你了。我想换另一个莉莉，就全品念，你也换了吗？你也换另外一个莉了吗？不要再攻击伯乐了，不行。谢谢泡泡的星之光，巴啦啦！我想到那一天，他都知道我下一句要讲什么。你也很可爱，耶、yeah ！然后他也知道我要耶。耶、yeah ！毕业快乐！哇、哦，加个好了，拜拜。拜拜。人生七十二例，哭你。谢谢一场君的 love。谢谢，伯乐都不看，伯乐都不看是什么，就直接讲，就直接讲在。不想比。很想要
很想要过过看，如果是一般高中生的生活会是怎样？就高中可以有两次嘛？不要相处的机会。然后这几人是哪里？好啦。考试不行，不知道哎。如果大家的高中生活都是怎么样？都是补习上课，补习上课。所以我就很明白，男的这么疯狂。可是有社团活动啊，然后可以参加。好吧，好像也就只差社团活动。可是就会考到很好的学校。嗨嗨，小雨。高中生活不满足，不会不满足啊，可是就是跟一般人的很不一样，所以也想知道大家一般人的就是高中生活是怎么样的。校车调戏学，上课放在前，哎、欸，为什么要调戏学弟？不知道，我倒很怀疑人生，可是这样成绩应该不错啊，就是读书。对啊，那是最开心，因为社团活动就是很开心。我们班人一定要怎么样？天平是什么色啊？高中就是废了。益生菌，你不是很精彩吗？做科展比赛请假打网卡，为什么会打网卡？因为学弟来拜托我把桌牌跟学妹一起。哦，嗨嗨，尾鱼。上课组模型看 DVD 喝酒，下课练爵士鼓喝酒。唐老哥会打鼓哦。你们都要去打网咖哦，就要先戴个墨镜。学校外面有网咖，是发生什么事？这边就没碰过，心里满满的歌香。他老哥是热音社的吗？还是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学的？
你们不要这样欺负益生菌啦，虽然他真的都在放生。走る自転車谢谢陶老哥的新之冠，谢谢，玉子好可爱，我现在也很可爱啊。谢谢我鱼的 love， 谢谢他哥的新之冠，那我要被翻海也是高中。大家的高中生活都还蛮丰富的感觉。现在也可以做马尾啊，谢谢幻影战士蓝色应援棒。对啊，高中生活也很特别。谢谢艾迪的新之光。谢谢变成星星柠檬的巨蟹宝宝。前几天在翻照片，就翻到自己就是第一次穿上学校制服，高中制服的时候，就以前好 UK 哦，记得是很酷很酷，对呀、啊。噔噔噔。就是真的是很幼很幼很 UK。三年来也变很多。
高中读科，高中生活读科。对啊，不知道他国中毕业的时候有没有这个感触，我觉得他应该比较害怕。三年真的是从 高中开始，然后 TT 也是从那时候开始，就不知道，我觉得如果当时是错开来可能就不会有这么多感触，可是就是两个时间点是同时开始的，就觉得已经三年了，好快。谢谢尾鱼的枫叶，不然我们来延续上一次学生时期最疯狂的事是什么。谢谢九二的星之冠，谢谢。那你为了真不大实力饿得累，饿得累，特殊班，大家不认。特殊班是什么？科学班之类的，还有什么数理自由班、国文自由班。数理自由班，读书的很不愿来是的。这网咖都玩什么，什么游戏可以玩这么久？我不太会玩游戏，所以就是那种就是电脑那种，所以我 get 不太到什么游戏。分台见正解回来，好，谢谢谢谢陈品，谢谢，拜拜。周刚出来，原来一学一直，那不是很明显吗？
哦，跟游戏没关系哦。是一起玩的氛围吧。不想毕业，你们根本一起玩游戏，可有可笑的那个啊！好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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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现在小孩有手机就够了吧？我们班同学都在班上玩，然后又玩到鬼吼鬼叫，真是。No no no！ 他们都边打边尖叫，然后有时候想睡觉，午休的时候他们就边打边尖叫，就这样，一脸怨气的这样，再跑去睡。谢谢谢谢新宫梅，剪刀石头布，谢谢莎莎的爱你哦，谢谢 Happy Fly。谢谢开心的心之冠，你觉得他们什么东西？我那嘴巴闭闭哦。如果喊喊尖叫吵第一次，他就不是这样算，对。不是，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别人吵我睡觉。就是你如果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那就算；如果你在不对的时间做不对的事，那就会很生气。如果你在对的时间做，就是就比如说你在下课时间玩，可是我刚好想睡觉的话，那我就不会这样。可是如果在午休时间玩游戏的话，我就会。不看到例子已经，那不一样啊。谢谢你的新之冠。大家叫他学嘴巴闭闭，你们嘴巴闭闭哟，嘴巴闭闭。那你呢？谢谢幻影战士的蓝色一人棒。
把椅子当足球踢来踢去，那同学不会讨厌吗？申请自己没有啊，学校签就是签，就是签本名啊。就是在学校，我就跟大家一样是个学生。谢谢企鹅的新之冠。阿雪，你是不是累了？阿雪上班了，阿雪上班，那下一个，这只也三年了，这我们整天午休的概念。谢谢企鹅的新之冠，谢谢阿雪工作，阿雪不行，阿雪起床，起床，阿雪起床。你起床才能可以才可以换我。那种不是很好看，没有啊。可是，我也是，就是我也跟大家一样，都是一般人，所以我就觉得不用特别不一样。阿轩。粉丝在那个，就是熊熊的。不是，那个帽子放我们家，我经常丢，他把它放在我的床头上面，床头柜，然后我就拿起来看。嗯，这不是波热的帽子吗？然后我还问小姨说，哎，这是波热的帽子吗？他就说，哦，好像是的。Love you, I say goodbye, my darling。哎，李宇杰外面那首《再大头》，他把歌你以前真的很狂耶，其实不是他讲的，对。在这里，灰色的猫猫，他忘记带走。不对，应该要戴在耳朵前，不对，要戴在耳朵后才对。Thank you, don't wanna be arigato。 刚刚就桌子了，不行。
看看到你说不行，我就想让阿学体验看看。凶爱对、欸。你们不觉得那天波儿带超可爱的吗？你们不觉得波儿带超可爱的吗？超可爱，超级无敌可爱，超可爱。I say goodbye, my darling. 超可爱。好きなんだ。那你就看，谢谢，谢谢大家的支持。那阿雪带回了吗？阿雪的脸会看不到，嗯哼，阿雪你的蝴蝶结肉出来了，嘟嘟嘟嘟，只看到白光，啊，也不知道怎么戴那种，对呀、啊，没错。因为很适合东西，很可爱啊。说不可爱会被ban，对，说不可爱会被ban。还是我帮你洗澡。你看这个人，很大很大，帅啊帅。跟波热直播穿的比较漂亮，对呀、啊。一直带，阿雪带就好。一直带，一直带，一直带，普普。菠萝带最好看。菠萝鱼身体超可爱，菠萝本来就可爱，怎样都可爱。所以大家买回来。噔噔噔噔，谢谢格尔的星之光。当夕阳就像沉默微笑，一片金黄。你要我带你慢慢拉长，精彩唯美的不像话。耶！我要放一下夕阳了。夕阳照在我的脸上，樱花瓣，当樱花当樱花灿烂盛开，用力牵着彼此的手，我出想起希望的钟声，不着回荡在空中。不行，刚吃的那个太咸卡喉咙，而且气太高。上不去。当樱花灿烂盛开，用力牵着彼此的手。对啊，不行，不要跳。当樱花灿烂，对，太咸，我现在整个嘴巴都超咸。当樱花灿烂盛开，用力牵着彼此的手，某处响起希望的钟声，不知回荡在空中。不行，我现在整个喉咙都是那个。对啊，不行，喝水水，我没有，我今天没有装水。对，卡痰中，太咸了。太咸了，
对，喉咙锁住，没有开嗓。快，夕阳要不见了。开嗓不要，为什么来领头钱？谢谢谢谢星之冠。好了，阿雪，这个要还给伯乐，不让你待太久。谢谢西西。就看开场，不要 ，no。跟身旁朋友们烦恼牵挂，为自己烦心不下有你的光，把这些爱意埋藏，应急除了微笑说了谎，其实你真的不必一个人假装坚强。午安，刚睡醒吗？假扮正经经，布满花鲜艳的绚丽，一点一滴小小相遇，如果能加倍珍惜，一定可以感受到幸福的涟漪。当夕阳悄悄折磨晚霞一片金黄，的不像花叶，心要退场，也即将唱起。那我拿个充电器，快没电。镜子细细上满张脸庞，从不怕努力的拍打属于你的翅膀。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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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手机没电了。噔。噔噔噔噔，哎呦，怎么破坏？应该认真或装傻，人际关系，更难以找家。哎呦！一次次无解回忆，谢谢西西的蓝色元宝，谢谢西西的真情告白，谢谢艾迪的爱你哦，感觉有点干。我跟你们说，我香水买第二罐，因为我快喷完。剩一点点给你们看。陪你唱，只想重新紧握在手掌，越倒灌。那谢谢花生的玫瑰。你不璀璨的花蕊。你们看。天上呀。一样的啊，我再买一罐一样的。没有忘拍香水，我真的好喜欢这个味道。因为它是清香水，所以味道淡掉的很快。对，用上，真的好喜欢这个味道。而且我就是我会喷一点在衣服上，
然后就把衣服拿起来吸。来为大家示范我都怎么。如何使用就是准备一件外套，然后它要有一点厚，然后把它喷在就是这种这样啊。阿雪你先坐一圈，然后这样，午休睡觉的时候就可以这样。嗯，很香耶，就这样，很香，真的很香。很像很像口口香。很香啊，味道不会太重，不会，因为它是清香水，而且一下就散掉。为什么是变态？为什么？不是就是都很香。真的啦，很香啊。很香的味道就会跟着放松。笑容什么？就很香啊，对啊，就很香啊。很香。你们不懂啦，这个很香好不好？我都会把它喷在外套上面，然后闻外套，很香就好。就是而且就是外套香香的很疗愈啊，不是吗？陪着一路跌跌撞撞，不是波特啦哦，哪里母汤？要不懂抱着睡？为什么不抱着睡啊？就，算了，你们不懂，没关系，你们所说就好。那背景色太，就很香啊。欸，没开冷气，现在有了啦。现在有。哎，我跟你们说，我们数学老师他真的很好，因为就是我们就是因为同学都没有来，我们就只有四个人，然后数学老师就说，哎，不然我那边还有就是冷气，一张冷气卡，然后里面还有钱，然后他说，不然我把我的卡拿给你们吹就好。这是何等天使老师啊！然后他还说，我这边刚好有就是一整包新贵派，然后他就给我们分呢。给我们几个人分呢，然后就一人拿好几个哎。我想看一下，我已经想哦，谢谢。对啊，就跟我小贝贝一样，你们真的不懂。还有那个就是小枕头也是那样子。我到家我会先把小枕头拿来这样子，然后这样，然后要出门也是这样，先吸一波再出门。数学老师忍不住，没有，数学老师是要那个要离开教室的时候才问我们说，哎，你们要不要？你们会不会热？那我拿我的卡给你们吹。不是波特，是对，是波特的才对。
你的喊，为什么要来喊的来问？一模一样会上瘾，对呀、啊，很喜欢香香的味道。到六点半，我很喜欢香香的味道。等一下，这里我还有点不受控。你们都不会这样闻哦，好吧，可能只有我会吧。可是我真的觉得很香，就是身心急需，就是需要放松的时候，就这样香啊！对啊，这是立体熊熊，是一只熊熊。我都放在手边，这样吗？好像不是这个呢。就很香啊，可是头发不太，就是头发就是那几种味道哎、欸，就是不像香水可以这么多啊。为什么泡泡？嗯，好吧。考试前而已，所以我只有考试前有精神粮食，好吧。被快乐淹没，但什么将一切交给我？这没错。年纪星座。而且我只要味道淡掉，我就会再补。它真的散得很快，不知道要怎样才可以让它久一点。好像加凡士林可以久一点。通通怕那后，今天仍有你会后。粉粉粉，粉粉粉。然后我同学就是送我毕业礼物，然后他送了我一个扩香石。哦，他怎么有？他怎么有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旺仔小馒头的味道。类似味道香味会精油比较好香，是没错啦。妹子专利的，不知道放在上面看有没有用。他居然变色了，他说他是扩香。为什么这闻到很重的酒精味？我要看，不能用香水。他说要用精油，我想说用香水应该也可以，就没想到居然不行。他就满满重，不是，他就只有很重的酒精味，所以他一喷完我就这样，然后就把全部酒精。香水
了很久，其实还好，因为它其实一下就变淡了。十分钟内，对啊，等一下我用好光剩酒精，我感觉就香味疲劳，我觉得还好。你都没醉，不会。你好好的睡。这我觉得是真的是因为它散得太快，因为我上一支香水。就是也是一样这样，也是按两下，然后可是它的味道就比较久，所以我觉得是就是不同支香水有不同的那个。嗨嗨任品君，因为我上一支那个很香的那一个，就是有一组的那个也是一样都是喷两次，可是那是它就可以维持很久。然后我喷韩寒的那个是迪奥的吗？那个也比较久，我也是喷两下，可是其他的那个其实喷一下就够了，是这一支太散得太快。就很香啊。噔噔噔。谢谢西西的新歌挂。学会了飞，在你的肩。好，准备，我准备好了。啊，太甜，会吗？可是韩寒那个味道我也不行。梦境重叠，所有的细节。谢谢 Eddie。闪动光辉，繁星一般灿烂耀眼。对啊，为什么要拼图？啊！为什么还是要拼图？真的？为什么？我没有哎、欸，我没有设定。我如果有设定，我就跟你讲说我有设定啊。谢谢林果的，祝祝你哦，谢谢。我先念榜哈。早已注定，下场大雨要多久才肯放弃？同学，你有想到曲目了吗？谢谢谢谢真情告白，不然我就去好了。谢谢谢谢，啊，不然 coin toss 也可以。谢谢 Popo 的真情告白啊，那个啦，不行不行的，把那你都，啊，你都唱好了啦。你都唱。都唱。而且伴奏要开小声一点，伴奏记得要开小声一点。我的心，
筋肉を触らせてよ、どのくらい硬いの。等下我们要挖入去一下。筋肉を触らせてよ、どのくらい硬いの。興味があるのよ男の子。肉を触らせてよ、どんな感じなのか。興味があるのよ男の子って不思議だね。あーよいしゃ、行くぞー。ファイヤーファイヤーファイ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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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ーキャー。哎、欸，我都帮你，我都帮你打 call 了，嘻嘻，就唱哦，我的心。なんだか重くて、そう誰かに何でも仕方。だからちょっと頭を仕事で、ハートをついてみた。好了，我要念榜了。願いするの悪しいなせてる興味があるの興味しい好了我要念榜了こんな感じなのが今日は見ときんでセクシーだねこれを持ってシシー NEXT 好念榜了第一名是阿キラ谢谢阿キラ恭喜金人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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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人拜拜好像那可能跟朋友再见面了，但好像有点开心，就是比较就是能比较常跟朋友再见面。谢谢 Akira， 第二名是林果，谢谢林果，谢谢，谢谢林果。第三名是幻影战士，恭喜大家学到半天姐妹，到你姐妹，希望你考到下的那个，啊，那那我弟弟。ワルル、ワルル、ワルリー、クリキー。谢谢，谢谢幻影战士。第四名是シロクマ。谢谢只要毕业了，幻影战士，谢谢最后一面的人心，谢谢努力的奋发。感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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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又买到票啦！哇，恭喜！瘦了10公斤，哇塞！可以教我怎么瘦的吗？我也想瘦10公斤。第五名是西西，哎、欸，不是认真说不会唱啊，没有，不要你，不要，你又搞笑，玩的可很简单了，我都会了。你不一定要很标准，没关系，记得伴奏关小声一点就好了。耶、yeah! ！第六名是瓦鲁艾比。可能会只加 mini 空加油，握手会加只考加油，没错。对，我都自己好好休息哦。没问题，谢谢瓦鲁艾比，加油加油，瓦鲁艾比可以的。第七名是开心，开心对啊，第一次主持生日会。好，谢谢谢谢开心，谢谢。第八名是扎卡。嗯，大学会更好，像这种同学在外大学有好同学的，嗯，大谈谈也是，谢谢扎卡，谢谢，谢谢。第九名是 Eddie， 苦难路，哎，什么魔力的吗？没坏的，没坏的，没坏的，对上小鸡蛋，真的，他把大学里的人做比较好，谢谢 Eddie， 谢谢，谢谢。第十名是狗啊！哎，狗啊没有，狗啊没有，狗啊没有那个，狗啊没有选。但是谢谢狗啊，谢谢。
第十一名是明，谢谢明，今天我的问题是香水护手霜到底有多香，你们就不要我就是这么香，然后结果你们就是到时候自己去买好几罐来闻，哼，你们都不懂那到底多香，哼，嗯，你为巧克力这样的，哎呀，你的这样的，哎，可是明天辛苦啦，下次帮你写好不好？下次再提醒我，因为我今天要关了，下次提醒我。第十二名是泡泡，你考完之后还要考个生日，没有心有一下。他看不到完整直播，哭哭，不要哭哭，泡泡不要哭哭，给你鼓励，给你鼓励一下，不要哭哭，拜拜。第十三名是 CKUMK， 谢谢谢谢 CKUMK， 谢谢。第十四名是变成新鲜柠檬，谢谢变成新鲜柠檬，谢谢。第十五名是花生，谢谢花生，谢谢。谢谢阿米的告白气球。你有見える幸せが君に見える Green Flash。小艾迪就瘦了。不好的季节，没有，不行。还好在现在在 ，That's OK， 没问题。谢谢给我。好啦，大家辛苦了，我们礼拜天见。僕たちは戦わない、足足立即推荐个晚餐牛洞啊，その拳誰も殺す気が来るよ。お久违解锁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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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吃卤肉饭。憎しみは連鎖する、だから今待ちきるんだ、この世界で流れ落ちる涙の総量、決まってるなら JK 莉要跟大家说拜拜，下次见就不是 JK 了。明天不要开心点，有点感伤。对啊，最后是 JK 立直播，赶回来播的直播。好啦，大家拜拜，拜拜，拜拜。Last JK 立，嗨 ，Last JK 立，拜拜。别快了，谢谢道明，拜拜。